住宅火险，那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你们商品有什么优惠资讯吗？台湾屋龄日趋老化，老屋电线走火事件层出不穷。近年来不断推出的各种多元电器，也可能成为居家防火安全的潜藏危机。旺旺友联推出线上投保住火险，提供保护住宅多重保障。投保我们住宅火险的保障内容，不只只有火灾保险，像窃盗啊也列入保障范围，甚至还有生活不便补助金，每一天有3000块，最高可以补偿30天，大概就是有90000元。投保住宅火险的保障内容不只有火灾，还包含雷击、爆炸、机动车辆碰撞，甚至连窃盗也列入保障范围。网络还能独享保费6-7折优惠。网络投保的部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推的一个重点，它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，快速又方便。我们保费可以享6-7折的优惠。我们透过网络投保到明年的1月3号以前，只要你透过网络投保的部分上网投保旺旺友联的住宅火险，投保的时候还可以输入指定的一个代码来随意抽25万的一个好礼，不论新保户通通都有礼。日常注重风险转嫁，尽早规划投保住宅火险，才能让居住环境更安心。记者保中王淑敏台北报道。